今天我起了个走，嘿嘿，这走在海边，哇，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啊！我的天哪，好有劲儿！我去，哇，我去，你看这大蟹板，哇塞，哈哈，你看这大头，哇，这是，哎呀，来的早儿有十尺啊！看着没？哇，好大！你看这吸盘，哇，这个最起码得有七八两了吧？它趴在这静静的啊，我差一点踩过去还没看着呢。嘿，赶紧的收走，带回家起锅烧油。我的天哪！你看它游的速度是属实的那么快啊！赶紧的收走。哇，这我的天啊，撒尿了！哇，你再试一下，不跟他闹了啊，收。走在海边像这样水的，你一定要给它扒开啊！用我的小手指给它扒开，你看，哇塞，开始动了，哇，看着没？就这种事啊。哇，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下方评论出来，嘿，我就不告诉大家了。哇，这个好啊，看挺大一个，像不像猫鲁啊？嘿嘿，这又来个好东西，嘿，你一碰它，哇，它还直接缩掉了啊，嘿，是一个小毛憨子啊，这个特别好吃啊。哎，看这个不是太大啊，但是也还可以，回家给它炒个辣椒。嘿嘿，在这边又发现一个小可爱正在握沙呢啊，看，哇，它握的还津津有味啊，走吧，我的大夹子来，你就别握了。哇，哈哈，这是一只老虎蟹啊。哇塞，看他小个头还不小呢，啊，这两个大眼睛是不是特别好看？嘿，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没见过？这个在我们海边叫老虎蟹啊，也叫鬼头蟹。嘿，来给他收。